看，这是谁？他就是备受关注的贵州奥尼尔。论热度，他可比不上贵州科比，因为自己本身除了肥胖和脑袋圆之外，和篮球巨星奥尼尔基本上是没有一丁点相似之处。论球技，根本比不上贵州字母哥。同样是肌肉，贵州奥尼尔只能算得上是块肥肉。但是重点来了，由于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，贵州奥尼尔凭借可爱的模样在网络上也收获几十万女粉丝，更有美女不远千里从省城跑过来农村追求奥尼尔。小胖子俨然成为美女眼中的偶像。在球场上，奥尼尔甘愿成为别人的陪练，当别人心情不佳时，把气撒在奥尼尔身上。但是他并不生气，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，憨笑的表情总是挂在脸上。而他以能成为贵州科比的陪练为豪，平时能当贵州字母哥的陪练可以倍感珍惜，因为能在他身上学到很多技术。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虽然做别人的陪练，但是每日有香车美女陪伴他，他竟成为村巴里最幸福的人。